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习性阅读经》第十七面经文第三行看起，方便庄严故，速得成满，为无为乐，即。 佛家常讲诶先卡方便”，“方”编是方法，“便”是便宜。那现在话来讲呢，是最会方法，是最适合诶方法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 有处咱知影最适当的、最好的、最稳妥的，无一定的标准。因人、因时、因地无共款，这系智慧呀！第中国古人所讲的通权答辩。 知影伫什么时阵，拄着什么代志，对什么人应该讲什么话，应该安怎做法，非常灵活诶运用，运用甲非常诶好。所以，速递是慢，速是快速，成就缓满诶。有违法无违法，有违法是世间法，无违法是,是出世间法。 为无为，哎，就是世出世间法，你拢会当得到圆满成就。我一句会讲咧，你毋知影方便。诸事泰然，接物，处处有将来，有诸人知影。 佛法内面基本的教诲是常常教导咱甲早咱诶老师时时刻刻叮咛，讲敬显言啊！”讲敬显言是啥物呢？就是多行方便诶准备。你平常甲人不结显言，你诶显卡方便无办法用出来啊。 别人唔相信啊，未接受啊，你的好意，人家当做是恶意啊。由此咱知影显卡方便的基础，就是咱一般讲嘅人缘好啊。你显卡方便就有基础咯，你人缘也无好。 就算你有显卡方便，你游玩变不了障碍啊！由此怎样？下课很简单来讲，下课是要学什么？无非是学做人礼仪啊！跟一切人，一切物，拢会当。 和睦相处，也就是佛菩萨了。佛菩萨会当跟天神和睦相处啊，会当跟地狱众生也会当和睦相处啊。跟人好相处，跟恶人,人也好相处这人就叫佛了、啊，叫菩萨了、啊。 为虾米伊做会到呢？咱做未到呢？即来对关键伫倒位？关键在厉害啊！咱甲人相处会考虑到厉害诶冲突，有利咱就好相处，有害咱就变成敌对咯。诸佛菩萨界一切众生。 无利害关系，所以重好相处啊。那什么时准会当讲我？那一切众生无利害关系。那再当确立，好来境界。那处处泰林植物，珠珠连连，就是先靠方便，先靠方便，哪里需要学习呢？ 无需要学习吧？只要是出乎一片诚心，自然就是先看方便。有适合你，还最高伫内面。 剑卡方便就怕借靠了，甚至有完全的送失。中国暗物所控，东局加北，甭管加清，东局什么又厉害？ 旁观呢，无厉害，有厉害对事实真相就看不出来。伊有一片阴一面的面情啊，无厉害伊就看清楚、看明白了。诸佛菩萨在世俗世间永远做旁观者。 那爱将厉害下去，你才得到真实的大力。厉害对这三星呢，也是对我三星。总你言之，滚滚军是武，即条有正武，唔知啊。 恶是这错误的观念。我在经常上讲无恶，无恶就是破我执。哥跟你讲，无灵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不发执。我发两种执着。 拢破落，你即系讲污掉人生的真相，完全明白咯。只要有这两种执着的，你看不到真相，你所看到的是幻想，千变万化，梦幻泡影啊！ 虚你不实的假象，你看的是这样、啊，看不到真相啊！当然，你就无善卡方便咯，只有看到真相的人也言误，也做作。 珠珠连连就是显卡方便，所以为什么讲方便這這？列滴只所在无列超型呢？列的家就掉了。伊这个实现叶多，完全落在腐化的水块里面，珠珠连连就显卡咯，显卡。 毋是勉强学来的啊！即道理哎，捌啦，是对真实智慧内面，自字连连流露出来，自私大人，植物一片真神啊！ 换句话讲，无一个梦念，无丝毫自私，念念拢为众生想念念拢为别人想 人事物哪有未圆满的道理啊？菩萨为众生想，众生未当接受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众生在迷啊，因此我教化众生。 叫顶级啊！叫贵庭啊！这等级甲过程，就是一般讲诶五行佛法，教化众生该分做五个阶段，五个阶段就是上卡方便。你是哈哈君人。 只要人天福报，你们听下去，家里管的，你听不入去，你们相信，你们用接受，你有教里安怎的，人天福报，安怎改善你现前的生活，互你心满意足，这是小小法啦、啊，这种法呢？

干部也是实现越多，这实现越多，公家欠呢，公家上欠呢，嗯、不杀生的中寿报啊！不杀生是无以报施啊！你若想要的健康等退休？ 不杀行，不贪得的富贵宝，不但得财富，也得地位、功名、富贵。果报是不贪得。 因为偷盗项目内底真多啊，那是盗财物、盗名、欺世盗名、盗位、地位用无正当的手段得到拢小偷得，所以不得的富贵啊。

伊知影，三界六道的这种福报不究竟，毋是真诶，低调也真容易死去啊！决定袂当永行保持，这是离军诶人伊看着啊。 伊想，真像佛菩萨共款的珍惜究竟不生不灭、之乐，这就是无为法了。也活，也是加以断恶修善。 条目也是即十条，内容无同款啊，精美玄妙啊，不杀生。即条安怎讲呢？对唔？

先烦恼了，这拢是失业吧？要安怎咧？我赶紧离开，和众生心欢喜心，这不杀生的境界。 甲正面讲诶完全无共款，科目诶名称是共款，内面诶境界是无共款。浅深、广狭有真大诶差距，所以食神业对初发心到如来的地。 名，共款、啊；内容不共款。显卡方便，当然是不共款喽。所以，菩萨修行，能令九法界一切众生是欢喜心。那是人，但是。 五鬼地压，修罗罗刹，诸天声闻，言格菩萨，拢会生欢喜心。也立九碟，无畏法来宾，得成就得圆满。 总在求智慧，用德行，以瞬间的心，瞬间公告实现越多，就不是善恶相对的想法了。 离开了相对，大般寂静所讲的三轮体空，这是如来古德上的境界。所以是作礼不作，不作礼作。 又做啊？无，逐工咧做，虽然逐工咧做，时时刻刻在做，心内分劣都无留落来。即、這个断恶修善，达到了究竟圆满，即是如来故地上的方便庄严。 敬爹，正这个各位道家祖行，啊，普度众生，做种种的实现。用以什么心得多，就现什么心；用用什么方法得多，也就用什么方法。无一行。 毋是方便庄严。从那凡夫来看呢，就一华严经五十三参，这里面可以分两大类：有顺行，有逆行。 善行,、就是、行,行就是咱讲即这善行，恶行就是恶行。有一寡众生要用恶个方法来度伊伊会讲哦，应该用什么方法，就用什么方法，无一定呀，拢是善法，还是真正的方便庄严？汝个看。 净业波罗门的五次，甘罗香的真分，贪嗔痴是业患。哎、欸，邪菩萨看起众生，用贪嗔痴可以度伊啊，用戒定慧未当度伊啊，用贪嗔痴会当度伊啊，也就用贪嗔痴啊。 即系拢是尚有卡方便，所以无一定会法。方法无量无边，所以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拢是方便庄严。方法手段虽然无共款。 但是目标方向是一致，所以教我就是帮助迄个被多的迄个众生，帮助伊破迷开悟，所以度化众生。 毋是一个容易诶代志啊！汝若无真实诶智慧，无真实诶本事，汝做不到。真实诶本事，那世间人就會心通。汝有能力关机啊！ 真正了解肿瘤的军性，就亲像这个医生给病人看病同款，你这个观察、这接触，就知影也病源的到位，啊。然后你处院用药，那是方便换。 用个真正拄好，药到病除啊！会变就好咯，迄就是成就圆满。智慧甲德行是咱平常诶修养啊，我甲注意讲。 智慧德行是咱自身内面本具，唔是对外面来啊。但是，咱未失了自信，咱的智慧德行未起作用，未当现前。因为有障碍，这障、个、碍在佛法里面讲业障啊。 换一句话讲，必须将液浆消毒，所以头一个来,来认识家己的液浆，这是真正看破了。然后消毒家己的液浆，这就放下。 精密公机关，大新呢？你也会当观察清楚，然奥利自自连连，自恶行善，无需要别人教你啊，你家己都会晓的咯 所以，红边对咱有宗教同学来讲，就是关机，就是虽然。 会当做个拄多还好，做个真圆满。互一切众生，共我，共我了后伊会是欢喜心。 咱是欢呼，无呼让你悬了指挥，无呼让你圆满的显卡方便，所以咱伫在修学过程当中，总是爱做试验。这方法袂用哩，咱个换只方法。这是欢呼威啊！那开始学习，可是有些基础必须爱遵循嘞。 真啊！人要做一老实人，人爱做义人。那中国古大人讲“信经当仁”啊，就是人一定要讲道义，一定要遵循道义，随顺道义。 咱这样渐渐的迈入成年的地形，走这条路，提升家己境界，圆满家己的固步，这是方便庄严，方便。 对主对他拢讲方便庄严，好，这条咱就介绍到这就好。